是扁办的主任代主任刘导，他说呢，之前在凯到凯校的这个尾牙的场合呢，根本没有人推陈志忠出来参选，所以听到很多人推他参选这个事情呢，扁办是否认哦，而且刘导还说呢，连陈政文就是高雄市党部民进党的这个主委。 都说要去高雄县选议员了，凭什么大家要让你选哦？就连他说刘导不要再演了，当天陈志忠去北所啊，民视新闻啊，直接独家单麦去访问陈志忠，那个都套好了，都套，那是演的。那他演什么？刘导演什么？演反派啊，谁不会演？啊，演反派谁不会？我想不要再演了，都已经讲好了要选，要选，请你不要用这种下流跟三流的方式哦。 宣布你要参，陈仲宇选不算嘛？不然他会在北所停下来给民视的记者访问哦。当然，你当我们没跑过新闻啊？故意通知、故意做新闻的，请不要再演。所以这是一个参选前的造势活动。对。